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文台。接下来请收看《澳门万象》。澳门万象由华发股份独家特约播出。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澳门万象，我是刘宗志。踏入2012年，大家在庆祝新年的同时，政府都在加快赶进度，赶紧这个2012年万九公屋的承诺。在赶进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工程的质量，因为有不少的小业主向我们投诉说相关工程的质量实在是太差了。空心门框一敲即烂，橱柜的板料犹如这张水喉，严重生锈，非换不可。簇新的马桶未用先漏水，重看不重用，居民宁愿整个丢掉。满心欢喜的永宁金屋小业主赶在春节前搬新家，没想到一屋子的装修不少用料都实在太差，令他们完全用不上。平时人哋起码用嗰啲木嚟讲，我实心木嚟噶嘛，你依家嚟讲，我都唔知佢表面就系件好靓，我都唔知佢啲塑胶啲胶嚟嘅呢啲胶。换埋嘅你讲嘢咯，咁多钱啊，换埋嘅有一万几千噶。苦等多年，穷一身积蓄终于上楼。有小业主抱怨，首期已经给了10万多元，每个月还得供5000多。原来以为屋子已经有基本的装修，可以省下一笔钱，但如今还未入伙，又要多花几万元重新装修。搞个兴庆日头嚟讲，搞有麻烦噶嘛，系嘛？谂住咁啊，搞咗佢好啲咯，系嘛，悭悭紧经济啲，搞点嘅算数咁咯。因为等下咁咯。啊，有人嚟，即系打个电话嚟问过你嚟喺过，喺过之后嚟讲，我要等下咯咁。最令他们生气的是，质量货不对半，一直投诉无门。其实，在永宁金屋每座大厦外面，都可以看到满地的装修废料，犹如一个个垃圾堆填区。一直跟进投诉个案的街总就批评，政府只顾赶建公屋，对质量把关并不严格。如果你俾啲咁嘅质量嘅啲咁嘅基本装修，不如你俾毛坯房我好啦。因为其实咧，而家政府有个预售制度啊嘛，佢已经系知道自己住边个单位噶啦。咁如果呢一刻你系可以拣，我要毛坯房或者我要基本装修嘅，咁可唔可以将基本装修啲钱俾翻市民？市民可以用更加平嘅价钱咧去买呢啲房屋。何仲传又说，希望当局能责成管理公司清理大厦外面的垃圾，避免影响该区的卫生环境。欢迎今日光临澳门万象的嘉宾是澳门街总的何仲传副理事长，欢迎何生。你想关心一下相关的质量问题，其实这个质量问题跟居民因为苦苦等了这么多年终于上楼了，但如果质量问题太差，一方面会影响他们的安全，第二方面会影响到他们的居住的环境。看回相关工程的而且确是真的有改善的空间，即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好，但是作为市民等了这么多年上了楼，希望这些问题可以尽快解决。因為其實我哋都講啦，即係佢等咗咁多年，或者好多都係窮一生積蓄。雖然我哋睇可能佢哋俾10多萬首期，可能已經係佢哋嘅好多時間嘅積蓄啦。咁得翻嚟咁嘅質量，我諗佢哋係好失望，好失望，所以先同我哋投訴。咁我哋都睇到呢、這個唔單止係一個住户、兩個住户，仲係比較多嘅住宅，相對比較普遍嘅普遍性，有個普遍性喺度。咁啊，睇翻相關質量問題嚟講，其實大家都好關心，同埋甚至有個疑問，就話呢啲樓喺上樓之前唔通就冇一個驗樓嘅標準咩？或者呢啲驗樓標準係咪即係適用啊？或者係係咪又分成毛坯房啊，同埋呢啲裝修咗嘅房係點樣嚟到？澳門呢個階段咧就冇嗰個毛坯房嗰、那個提供嘅，咁都係有一啲基本嘅裝修。咁其實我哋都即係有啲質疑啦，因為其實政府應該有一個驗樓嘅程序嘅，你包括係建設發展辦公室可能對呢啲咩公共房屋佢嘅用料係咪有個批准，要批准用呢啲料，咁同埋公務局喺嗰個收積啦，係嘛，都有個收積嗰個程序嘅。咁我哋就即係你哋呢啲監管單位有冇做好你哋工作，或者你嘅工作中間仲有冇係咪有個漏洞喺度咧？
最近我哋經常關心呢啲經屋嘅問題啦，除咗定價之外，而家即係終於上到樓啦。但如果質量出現啲問題，居民嗰個反應或者申訴嘅渠道，如果向政府反映，應該向邊啲部門反映？其實佢哋最直接可以同房屋局啦，或者佢哋即係揀方便嘅，我落去管理處係嘛，同管理公司，咁佢哋相信咧都有個比較直接嘅途徑咧去反映到嘅。咁點解即係話咁多居民會鼓噪或者唔滿意咧？咁我相信係。他們的訴求得不到一個回應或者是及時的回應、我相信是這樣。同埋相關工程是被一些承建商來到起樓，但如果是出現了質量問題，政府在監管這方面其實都是有一個很大的責任的。其實是，我想政府是應該責成承建商去做這些工作的。其實也都想講多一點，總之就是說永寧經屋是這陣子可能大家報道多一點，大家注意多一點。其實之前落成的青州青松樓、長者社屋這個望下社屋都有一定的質量問題的、其實我們都反映了有些問題當局是接收到意見之後有改善，有些是到現在都沒有改善的、其實這個正正我們關注的就是政府日以繼夜趕這個萬舊公屋或者是趕一個多些的房屋給老百姓住，我們認同的，但是就是這個監管是不是都是日以繼夜？因為有時我們知道買一些管線、或者 買一些可能夜晚做了，那我早上那些監管人來到是不是還可以看到他那個做得好不好呢？這些我們是關心的，希望政府做好一點。因為現在看到有3000個戶伴經屋會出來了，那這些經屋是不是做得好呢？因為其實呢當然啦，政府回應了，回應了在我們去看這個地盤之後，政府回應了就說這個戶伴經屋質量肯定沒問題，那我們順住先政府就許下承諾，但是就這些問題我們怎樣解決呢？那這些這樣的質量問題，那這些門落高少少俾個觀眾睇下，咁嘅門就係嗱，係呢個時窿呢度先有木嘅，其他都冇噶啦，冇木噶啦，咁啊膠嚟嘅。咁當日你哋啲同事都睇到啦，即係話攞個竹枝扮下，爛曬，都已經穿嘅。咁呢個門有一定嘅防禦性嘅，咁你冇可能係一個咁嘅質料啦。而且我哋睇翻以前做東華經屋啊，或者咩嗰啲質量都相對都。其實我們不是要求一些怎樣頂級啊，或者你起碼要有一定的質量的保證、最基本的質量問題、還有那些板又是好像是渣板、那個櫥櫃來的、它裡面你說借渣板或者質料不是那麼上乘、都沒問題，你看裡面其實是已經發了毛的，我都不擔保裡面是有什麼衛生問題或者是怎樣、就當然希望當局澄清為什麼會出現這些質量問題，或者當然你可以去拎去化驗，啊冇問題嘅，咁令啲嗰個居民放心，係嘛？咪先你咁樣，好似大家都睇到發曬毛咁樣，係咪？起碼要俾居民一個一個説法啦，一個説法啦，冇錯啦。咁除咗質量發生啲問題，需要係監管啊，同埋市民點樣嚟到喺賠償方面點樣追討咁樣咧？我相信咧，如果係你質量太差或者係，政府一定要補救翻，即係好似頭先講，你承諾將來戶伴經屋質量過得去有保證，咁而家呢啲，咁你點樣補救翻啲小市民呢？因為而家啲市民係咁樣，如果從嗰個法理學啊，即係法律嚟講，物權法，如果我哋唔滿意嘅質量，咁大家可以返還啦，係嘛？即係我俾翻錢你。但係而家正正問題咧，點解咁多業主都唔出聲？因為佢好難去求一間屋啊，好難去求一間屋，而我而家有一間屋啦，不如算啦，而家又過年，快啲裝修好去咧，就等過年。而家好多小業主唔出聲，係因為咁樣。趕過咗年先啦，係啊，過年到時搞到一肚氣咁。咪先又又唔知幾時搞掂，又盼咗咁耐有間屋，而家有啦，咁就所以如果話叫佢返還，佢話真係俾翻錢你啦，咁佢哋亦都唔想咯。但是你話而家百幾萬買間咁嘅屋，佢亦都係
心中有氣，忍住先啦嚇，過咗年先嚇，過年前費事搞到自己咁開心。同埋我哋討論呢、這個、無論喺經屋又好，社屋又好啦、除咗係裝修嘅質量問題之外，其實仲存在一個咩問題咧？就係、是、人性化設計欠缺嘅問題。嚇咁啊嚇，講翻質量問題先。我而家手上有個係呢、這個係社屋嚟㗎，係一個望下社屋，望下社屋佢嗰、那個洗手盆下面嗰、那個嗰塊板喺撩就爛曬㗎，呢啲都係質量問題。順帶再提一提嘅，咁啊就係、是、除咗質量問題，就包括係。嗰、那個裝修嘅一啲人性化呢、這個設計欠缺方面啊，學生幫我哋舉啲例係嘛？啊，咁其實嗱，譬如睇青州嘅青松樓咧，佢就有個嗰啲門啊，咁啲長者咧，其實如果你冇個門抽咧，咁樣拉咧就好難開，而且亦都有啲長者係因為咁咧，俾個門咧大風夾到啊，即係拉係啊係啊，你拉唔到啊嘛，咁佢冇門抽，你點拉到門咧？呢啲人性化，同埋咧有啲係比較荒謬嘅錯誤就係、是、話。譬如一啲洗手間一啲去水，佢係暗斜嘅，佢嘅暗斜咧就往大廳嗰度暗斜，咁變咗啲水咪向嗰個大廳流出嚟，你一開水就嗰啲水就流去廳度就會係即係水浸。呢啲比較低級嘅錯誤啦。係啊係啊，咁、或者有啲排氣嘅嗰個望下社屋嗰度咧，又將嗰啲排氣嘅一啲風口咧。就好大幾部機你睇到就擺咗喺露台嗰度個休憩區嗰度，咁你睇下我哋啲細路仔一字去玩遊戲，一字吸呢啲咁嘅排氣，熱熱騰騰咁樣，咁啊呢啲係咪人性化嘅設置咧？咁啊真係希望當局可以即係吸收一啲經驗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嗱、澳門長者社屋咧就唔多嘅，我哋而家知道羅必信嗰邊咧可能又會計又會起噶啦。咁我哋當然係高興啦，但係就話必須吸收翻呢啲經驗，因為有啲譬如喺晾衫架，我哋睇翻青州嗰度有啲晾衫架咧，佢好高噶，啲長者晾即係根本係晾唔到衫啊，即係要好辛苦去擔高個差，或者可能要墊高嗰、那個，甚至有好多危險添啊！冇錯啦，其實就係話我哋有時頭先阿鐘志你講人性化，我哋係咪要多啲為嗰、那個？用户用家去諗多啲，企喺自己嗰、那個，如果假如係即係幫自己屋企裝修嘅時候咧、我諗咁樣呢方面會解決好多問題啦。因為你就處處諗到，如果我用嗰陣時候邊啲唔方便咧，應該點嚇？如果唔係就話，呢啲都唔係我住嘅係嘛，即係完成咗任務就算啦嚇、當然我相信政府嚟講，其實佢嗰、那個總體嚟講設計方面都會有從市民角度考慮，但係施工具體嘅操作方面，其實應該再諗多啲嚇，細化少少，尤其質量同埋人性化設計方面嚇。我哋休息陣先，稍後翻嚟繼續關心。这里栖息着一切的自然和美好，我们守护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投入体味，传承一种生活的文化，它的名字叫庄园，华发生态庄园，独特视角直击最火辣的新闻热点，独立观点洞察最隐秘的新闻真相，独到评说解读最复杂的新闻关系。澳亚新闻每晚八点，从台湾观点带你深入了解台湾，探索大街小巷的台湾民俗风情，掌握最火热的台湾经济动脉，敬请锁定走进台湾。回溯历史瞬间，揭开尘封档案，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澳亚卫视重磅推出《大历史一角》，带您一同解密那些鲜为人知的岁月传奇，探索澳门，包罗万象，解读时政，直击民生，关注新鲜事，为小事发声，独到风格开拓您的视野，争锋对话焦点事件，尽在澳门万象。出行天气，今日要闻。
健康养生，典藏美味。法律百科，视听飨宴，每天早上7点，敬请锁定澳亚卫视全新的《青青早茶》，精彩不容错过。每天中午用30分钟带给您梳理清晰的新闻资讯，无论是国际大事、海港澳动态，还是财经资讯，明年全球经济增长万元。午间报道，每天中午12点，给您一整天最需要的资讯能量。廣告之後繼續關心澳門晚上，嚟睇到嘅係經屋或者社屋嘅相關質量問題啦。咁啊，永寧經屋咧有唔少嘅業主向我哋反映佢哋嗰個裝修嘅質量太差啦。相關嘅承建商喺回應本台查詢嘅時候表示，所有嘅材料都係中上級嘅等別啊，同埋係經過咗房屋局嘅驗證同埋呢個通過嘅。講公道先話，就實在嘅太差。你唔信，你想去是但一個單位，求其想去睇一睇。唔係呢個，邊個想年尾去花錢咧？你講同後就已經係舊嘅，啲師傅話變黑色嘅咯，你等個坑渠水咁樣去水咁樣黑色咯，一開水啲水係臭嘅。水龍頭漏水生鏽，門邊出現裂縫，洗手間的磚牆只要一淋水，裡面的灰就會滲出來。十個廁所同廚房咧，10個10都係咁樣，有邊一個人即可以？原来洁白的瓷砖出现一行一行的水渍，不光装修公司用料差，一说起管理公司向装修的家庭收取1000元的按金，再加上1000元的清理费，小业主都很火大。我本来都不想装修，看那个示范单位呢，自己心情都说哎呀可取不用装修，原来不是喎，拿了锁匙之后呢，根本同示范单位是两回事。永宁经屋被批装修材料中看不中用，承建商就解释说，所有的材料都已经通过房屋局的查验。未必是用到最高级，但是已经是标准以上的了。起好做好啲水喉的，到到而家咧都其实都有我谂都有超过2年时间，因为佢唔系入火，啲水积压咗，有喺水喉内部部分咧，或者有个别咧会有渗漏嘅情况。咁每一个小业主佢自己入去再未必系佢心意去重新装修。我想不是，这些不是只是经屋的范围，就算任何单位任何私人住宅都会是有这些情况。至于永宁外面的垃圾堆，房屋局表示已经促请管理公司加快清理。很多的业主赶在过年前搬新屋，发觉质量有些问题，可能跟他们之前的期待是有个落差的。所以就是说现在我们都是关注，就是你怎样政府怎样保证这个质量，包括你講以後互半嘅，同埋而家點樣補救翻呢啲情況，係嘛？其實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唔單止係呢啲門啦，或者啲櫥櫃啦，咁好多馬桶嘅漏水啊，或者嗰個地磚鋪得唔平啊，會撲到人啊，啲批檔啊咁樣，咁呢啲係咪承建商而家知道咁嘅情況，主動啲係嘛，同政府配合？搞翻好，等中國人大家過個好年，係嘛？我呢個係我哋嘅期盼啦。我哋都會積極去尋求政府嘅幫助啦，幫助翻呢啲嘅市民啦。今日我都係去揾個呢個政府部門嘅呢個人員咧，希望佢哋去協調，因為其實係多個政府部門嘅問題，包括係。房屋局啦，當然係責無旁貸啦。這個建設發展辦公室啦，公務局啦，咁係點樣去做呢件事嘅咧？係嘛？咁同埋頭先講嘅，你日以繼夜趕工，咁呢個監管可唔可以日以繼夜咧？係嘛？因為你夜晚有時都係咪放工就放工咧？咁係咪都有一個專職部門負責呢啲夜間去點樣去監管啊？或者點樣？係啊，因為質量嘅問題其實喺趕進度嘅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啦。係啊，咁同埋亦都係我哋記者喺查詢嘅時候，相關嘅承建商都表示話，因為永寧經屋啊，其實起好咗好多年嘅啦。咁起好嗰陣時質量係冇問題，因為你擺咗幾年之後咧，難免會有啲呢啲叫做耗損啦嚇。你點樣睇呢種回應咧？其實咧，如果你話石屎結構啊，
如果結構嚟講咧，的確係擺耐咗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裝修啊，呢啲係會出現啲問題。但係咧，你話質料就算佢係損耗，你都睇到佢嘅質地究竟係好或者唔好。頭先鐘志你睇到啦，咁啲質地係好定唔好咧？希望佢可以解説啦。但係就話可能會有一定嘅裝對裝修可能個。地盤嗰個保，即係話嗰個維護啊，或者咩嘢未做得十分好嘅時候，可能喺裝修方面咧係有啲損耗。咁但係就話，我覺得唔會對嗰、那個我哋睇翻啲質量嗰啲用料會係有嗰個唔同咯。咁你係質地唔好就係質地唔好噶啦。唔會話過幾年之後，我哋嗰個睇到佢由質地中上變成家。質地是咁樣，我相信呢個係講唔通。同埋好多業主都有反應，就話除咗係裝修嘅質量令到佢哋有少少落差之外，其實相關嘅物業管理嘅跟進方面都係跟唔上，尤其呢啲經屋啊嚇。係啊，我哋睇到嗰日我哋都好驚訝，同你哋同事一齊睇，即係點解可以佔曬成個路面，而且係即係冇人理，好似真係一個堆填區。即係如果你局部去睇，你一個人係局部睇。真係似一個堆填區，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但係我哋覺得都好好吃驚，點解會咁樣咧？咁樣，所以就係我覺得後續落嚟嘅管理工作，咁都要要做翻好咪先。而家天氣涼少少咧，可能即係話嗰啲傳播性啊嗰啲就冇咁強，但係就話都會衍生一啲衞生問題。同埋令到市民。即係冇一種話上樓上新樓嘅一種，係啊，你即係會覺得好似係咪上緊樓嘅，定係好似去搬去邊，好似從舊樓搬去舊樓咁樣。係啊，咁即係我哋就會即係點講咧？我成日都講，即係你經屋咁，可能佢規格上可能會稍遜於私樓嘅。譬如佢啲房可能都係六平方米，最低六平方米一個房啊。私樓可能最低是九平方米，呢啲法例有規定。其實我相信呢方面市民基本上是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但係你的質量要有要有乜嘢咯？最起碼安全保障。要有保障咯。你頭先大家睇片段都有嗰啲水龍頭咁樣瀝瀝起咁生曬鏽啊咁樣。水又黑色嘅，市民反映話好似坑渠水咁啊。咁即係呢方面希望就俾翻啲信心啲居民。未先我都知道。報道出咗後咧，咁嗰啲居民都個心都好忐忑啊。尤其係排緊隊嗰啲居民，哎呀，點解會咁噶？點解啲質量係咁啊？好擔心啊！我哋排到係應該高興啊，定係唔高興咧？即係咁呢樣。咁我相信就係、是、亦都係俾咗個信號政府啦，要加強做翻。尤其頭先我哋講到監管嘅問題，因為就冇話即係好似好規律咁收工就收工，但係你趕工嗰陣時候，你監管嘅人員收咗工，邊個監管啊？同埋仲有一個抽驗，即係對嗰啲用料有冇個抽驗嘅？譬如話，而家我據我了解就係話一啲物料咁啊，承建商可能交份文件或者有啲證書，嗱呢個符合你哋嘅要求啦咁樣。咁但係有關部門有冇對實物？做一個抽檢咧，譬如話有啲防火門，佢可以防兩個鐘頭嘅火災嘅或者火燭嘅咁，有冇真係去試過咧？或者一啲物料建築物料嘅強度係咪由如嗰個證書講嘅咁咧？有冇一個抽驗嘅制度咧？咁呢樣嘢我哋建議翻政府，如果冇嘅話，要實行翻。前一排我哋講到經屋或社屋，我哋講嘅最多嘅話題就係經屋嘅定價啊，同埋呢啲規格同埋輪候時間過長。但係講咗咁多咧，而家好多市民都關心，經屋嘅我等咗咁多年又使咗咁多錢即係總體報價其實係唔算貴，同私樓相比啦。但係排得經屋社屋嘅市民嚟講，肯定係即係唔係好有積蓄嘅人，所以佢攞咗好多積蓄去買咗經屋。跟住會發覺好大落差，其實而家即係個焦點已經擺咗喺呢個質量問題上。其實都想分享翻一啲市民嘅心聲啦，即係喺個經屋上樓，咁佢哋其實有啲唔開心嘅就係話因為個質量問題，佢哋換過一啲裝修啊、門框啊嗰啲咁。自己買啦。咁就但係咧就有啲市民就唔了解，佢你哋經屋即係話可能較平啦，咁你哋應該經濟唔係咁好㗎，點解你可以？咁又大肆裝修啊咩？即係有種係有苦難訴嘅一種感覺，即係好似又唔俾人理解，即係因為呢啲物料真係用唔到啊！自己又入暗河包再去買但係咧
被外間不理解，咁所以有啲即係覺得點解你咁有錢仲住京屋啊？係啊係啊係啊，資格咁樣真係係啦，即係話社會仲有啲咁嘅聲音，所以都同我哋訴苦，我哋都要同佢做心理輔導。算啦，有得上樓已經好好嘅啦。咁即係都想同社會分享翻，即係我諗大家互相理解啦，互相理解啦。我諗唔係話成日都話呃政府攞京屋啊，唔好咁樣。因為政府本身都有一個好嚴格嘅一個審查。係啊係啊係，你話可唔可以再多啲規矩去審查？嗰、那個我都唔排除，但係咧大家市民間互相理解同互相愛護，我覺得係有需要嘅。咁希望政府可以諗多啲啦。如果話佢要無坯房嘅，咁可能嗰個價錢可以再平啲俾翻啲市民。咁市民可能頭先我哋睇到嗰、那個片段啦，咁佢本身自己做裝修嘅，或者一家人幾夥計咁自己遊去佢，咁可能又得。咁當然佢無坯房，咁佢有唔同一個驗樓標準啦。咁政府我覺得唔難定出嘅。嗯，係，多謝何生今日光臨我哋嘅澳門萬象嚇，亦都希望無論係社屋又或者經屋啊，質量問題政府需要嚴格把關。與此同時，相關嘅人性化嘅設計，亦都係多啲為市民着想啦。多謝各位收睇今日嘅澳門萬象，再會。澳門萬象由華發股份獨家特約播出。